撒入少许的白芝麻，然后再撒入少许的椒盐，放少许的鸡精，少许的味精，再淋少许的小磨油，最后我们把蒜苗给它放进来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我们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。好，炒匀之后我们装盘，好，装入盘中。好，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份香菇制作完成，色香味俱全，让人看着直流口水啊。好，我替大家尝一下，外边焦焦的，里边软软糯糯的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学会了香菇这样做，绝对人人夸你是大厨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各位好朋友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帮忙点赞转发收藏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